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由优酷独家直播的《勇闯天涯 Super X 这就是街舞》第三季冠军之夜，我是主持人汪聪，这里是上海东方体育中心。 本节目由生日无畏的《勇闯天涯 Super X 独家冠名播出，《勇闯天涯 Super X 够胆够 battle》。本节目由支付宝联合赞助播出，生活三万件事，支付宝一下就好。 本节目由敢碰敢出位的雀巢茶萃果汁茶特约赞助播出，雀巢茶萃无惧 battle 凭我 solo。 同时，我们今天晚上的决赛盛典冠军之夜也在欧洲 Can China、 美国 Old Man China、 I Talk BB、 马来西亚 Astro、 泰国 True ID、 新加坡 Singtel、 缅甸 Miyama 5 Plus Channel 同步直播。那如果说这届一是让大家认识了街舞，这届二是神仙打架，那么这届三最大的收获就是最可爱的神奇宝贝们。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神奇宝贝，也包括正在收看直播的您。这届女孩以67%的占比完美超越这届男孩，成为了刷街主力。主力当中的主力是90后、00后。 宝宝们爱养生、爱购物、爱美食、不理财，更爱及时行乐。在四大战队当中，往这里看，年轻的宝宝最多，一波王炸 boom 当中，女孩子最多。哇哇酷宝收获了大量年轻的粉丝，可以说蛙哥是大家最喜欢的元气哥哥。 而我们的核心武器覆盖的是全年龄的神奇宝贝们。我们看到，因为有了所有神奇宝贝的加持，这届三在全网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200亿，拿下了799个热搜。当中，我们拿下的微博热搜就足足有241.7亿，比这届二增长了180%。 豆瓣的评分高达9.1分，同时呢也有586位超级宝贝连刷71天，每天刷街超过2.7个小时，平均每天在我们优酷的互动达到了433.8万次，较我们的这届二增长了45%。那同时呢，今年也很多身在海外的宝宝也通过了欧美及东南亚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台来支持我们的这届三，所以现在我们也邀请各位在收看直播的你把。 海外宝宝挺这街打在公屏上好吗？那当然，今天我们的神奇宝贝还包括有近50位品牌的客户在为这街三倾力助力，招商收入比我们的这街二增长了60%，也是创造了优酷综艺招商的新历史。 这街三一共推出了240多款的衍生单品，覆盖了服饰、食品、饮品、美妆。 家居、培训等6大品类，整体的营业额突破了2.5亿，刷新了优酷综艺官方衍生品的新纪录。其中，雪花、河马共同推出了街舞战队套餐，河马的战队毛巾卷占据了烘焙品类的 top one， 而雪花的战队啤酒环比增长了1300%，可以说是缔造了品效双赢的经典案例。 这一次总决赛和前两季不一样，我们采用了直播的方式和大家见面。现场以及正在收看直播的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享受这个属于街舞的夜晚，把舞台交给我的搭档大佐。谢谢汪聪，各种各样的数据能够看得出来，我们这一季的这街就是很牛。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让我们再次把掌声献给我们的四位队长。 来来来，有请我们的四位队长先来跟我们所有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王嘉尔，嘉尔队长。大家好，我是一博。大家好，我是张艺兴。华哥，大家好，我是小王。欢迎四位。 四位，其实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大家的心情都非常非常的激动，因为今天也是直播嘛。我们四位队长呢，从一路的这个街头的海选，再到抢毛巾，再到全国的100强，然后呢，再有小黑屋选人呐，还有4场复赛的一个激烈的对决。其实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今天好不容易走到我们的决赛了。这一路走来，这一季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嘉尔。
真的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一开始可能通常如果不参加这个节目的话，我会忙很多音乐，比如说其他的项目，是，但是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可以去练舞，对，然后也学更多新鲜的东西，我觉得在这个节目带给我很多不一样世界的一个感受吧。所以一边在当队长，一边自己也在学的过程当中，对，一直在学，好谦虚啊。再来听一下一博队长。对，我也是学到了很多，然后也交到了很多朋友，同时让自己身体的肌肉感觉又更加就是更好了。嗯，对，从来没这么上头过吧，参加一个节目这么上头。对，因为是喜欢的东西嘛。是，好，一心。其实我也是一样，交到了很多朋友，学到了很多东西。嗯，很巧啊。这个对，希望以后可以继续努力，然后。自己的实力能够做得上他们的队友，也做得上他们的对手啊。蛙哥，你一定也是交到了很多朋友，学到了很多东西。之外呢，我还收获到很多街舞的知识。同时也很多那种亲历实境，就是眼前看到 battle 那些经验是很难得的。每次都是现场最近距离看，很燃很炸的街舞，是我最大的收获。很不一样，对不对？是，来到这里交到了很多新朋友，结识新朋友，不要忘掉老朋友。今天呢，其实在我们这届第三季决赛的一个现场，我们也请到了这就是街舞的三位老朋友，他们呢也是我们这届当仁不让的 OG。 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到的就是我们的三位回归队长。来，看你们那副放松的样子，一点都不紧张，真的一点不紧张。我难得在这个浙街的舞台上看到千玺笑成这样，你知道吗？来，不要比赛，来看热闹的感觉是吧？来看热闹，对，我们就是来看热闹。我们这样，我们先请三位我们的回归队长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 FKM 的队长韩庚，欢迎韩庚队长的回归。接下来千玺。来文 S。 Hello， 大家好，我是无暇联盟的吴建豪。好，千玺。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太难得了，今天这个局面，我们这样哈，因为我知道你们现在心情很好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先来替我们的老队长们要完成一个任务。老队长们，现在你们该紧张一下了，因为接下来我们第一轮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战队大秀嘛，所以战队大秀首先出场顺序本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接下来我们首先要进行我们第一轮的转瓶子。来，各位，请我们的四位新队长走到我们的舞台中间围圈。不会是勇闯天涯蓝瓶吧？小蓝瓶的勇闯天涯 Super X， 就这里吧，来，